黄色积木拼泰坦时钟网。不，很久没拼斑斑幼儿园了，拼饲养黄牛。不行，拼彩虹朋友的金色朋友。你们在干嘛？不许打架。拼泰坦时钟网。拼饲养黄牛。拼金色朋友。啊，三个不可能同时拼啊，世纪难题来了。小伙伴们用这些黄色积木拼谁呢？我想到的我都拼，先拼谁你们自己看。没问题。我看哪个小伙伴眼睛厉害，一下子能看出来我拼谁。有可能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泰坦时钟王，也有可能是斑斑幼儿园里面的饰演黄牛，还有是彩虹朋友的金色朋友，到底是谁呢？看造型非常简单，你一眼应该能猜出来他是谁。嘿嘿，是不是还有小伙伴没有猜出来？我现在告诉你答案，他就是彩虹朋友的金色朋友。一个个来，后面泰坦时钟王、饰演黄牛都会拼的，但是你们别忘了点赞哦。等一下，干嘛？黄色积木都快没了。就是，后面怎么拼饲养黄牛？你心虚了。你心虚了？不可能，我们有小积木，我也有大积木啊！你们来，你们看，我超级多积木的，没骗你们吧？好吧，好吧。现在把黄色朋友的头部拼出来，积木创意拼搭。如果你喜欢我拼的金色朋友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现在把他眼睛贴上，大大的黑色眼睛，腿部也组装上，最后把手部拼出来。如果你喜欢看斑斑幼儿园、彩虹朋友、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哪个角色都可以告诉我，后面不断更新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现在拼的是他手指部分，第一个拼好了，把另外一个也拼出来。金色朋友组装完成。你好啊，金色朋友，拼得真不错。蓝色朋友是你呀？你们是谁？